先讲讲中式台球防守规则。击打目标球时，打到球之后一定要有球碰到库边一次才不算犯规，目标球不碰过，白球碰过不犯规，或者其他球碰库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白球先碰库再碰目标球，之后没有碰库边，犯规。遇到这种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这样防守，轻推做一个斯诺克挡住黑八，但这种防守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对手可以直接一库勾黑八的难度不大，即使不能将黑球勾进，也可以小小力的把黑八放在袋口，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了。所以这个球更稳妥的防守方式是用左塞打左侧薄边，吃一库挡在黑八前面，同时白球也会吃两库跑到球台上方，这样让对方既没有进攻的机会，防守也会有难度。再看看这个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轻贴黑球防守，但这样的防守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，因为对手可以像这样打黑八的薄边，将白球放到上方去，这样我们又变得被动了。所以在碰到这样的球型时，我们应该先采取打薄边的防守方式，这样。